今次教大家的动作咧叫深蹲，双脚擘大，千祈唔好向前，擘大向斜，因为咁样咧会练到个 pat pat 嘅受力会比较多少少啦。跟住伸直只手向后落，咁记住好似坐模型凳咁样，同埋记住条腰千祈唔好咁样，因为向前咧弯前咗咧，你冇锁腰咧就会伤到条腰咯。挺胸收腹，跟住落嘅时候慢慢向后坐。pat pat 好似坐咗模型凳咁样嘅，但记住咧脚尖一定要向斜出，同埋咧脚尖千祈唔好过前面脚尖。如果膝头哥咧过到脚尖嘅时候咧，就会好伤晒膝头哥，受晒啲力咯。好，再一次落上，系啦，全部都要慢嘅落上。咁如果想加难度高少少嘅时候咧，落到最低嘅时候 hold 两秒，上少少再落，再落。系啦，再上，系啦，再落。做深蹲嘅时候，千祈唔好膝头哥过脚尖，呢个系好紧要一件事，咁大家要注意啦。